bye bye. ¿Qué tal, papá? ¿Cómo? ¿Qué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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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?
gang là.你看，我就跟你说有，你跟我讲没有啦，怎么可能会没有？会没有？怎么可能会没有？人家爸爸妈妈养你了养这么久，把妹妹那个哪个用笑，弄笑可以吗？没有创意，不行，他看到我就哭了。那你就要想尽办法。来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干。来吧，那讲一下我们家新娘的十个优点。你好，总招。十个优点，我已经把每一个身材好，那个脾气软，三个因为那个肉咖。肉咖。高啊，高。然后第四个，工作认真。工作认真。第五个，对。你有偷想哦。你有偷偷在家里想哦。看大声一点，新娘没听到。第五个，他没听到。对啊。对双方的家人都很好。再来。然后第六个对我也很好。第七个对他自己也很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子。第七个算吗？好，算。第八个。很装的。优点是很会买衣服，很会挑衣服。第九个，很会那个，就是买团购的东西。不是买东西就是啊，买东西哦，没有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对啊，已经开始吃熊了，快点，我就新闻接啊，第九个，很会安排出去的行程，好，第十个，他会是个好老婆，哦，那再来，还有，当然了，爱他的十个理由。爱他的十个理由，对，崇尚，没办法哦，你要大声一点。这十个很难想，重来 ，NG， 再来。爱他的十个理由，主要大声一点哦，我们先讲。第一个，身材好。没有，这是他讲错了。这没有啊，这也是爱他的理由啊。你要大声一点，你爱他什么？爱他什么？身材好。第一个，他家人。就是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也就是会对他很好。所以你就是要爱他家人吗？没有，爱他家人也是要啊。嗯，好。第二个就是他个性很好。对。然后第三个。好了，我觉得你好像不太想不出来。对。不然这样子好了啦。不要证明一下哈。你能够给我们新娘幸福哈？啊，青蛙跳十下好。十下。我听。可以。要拿着，就这样跳。就这样。没关系啦，现在也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插一下。好。我刚才有看到新房哈。对。他挂了那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哦，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他是他，可是那是当兵的时候，跟现在不一样。青蛙跳兵有练好的。来。青蛙跳还是教务蹲跳？哦，都可以，你开心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新娘好了没？可以了没？可以了啦。他笑了。对啦。我也笑了。还有最后一个啦。还有一个，睡男，把他弄笑吗？可以吗？把他弄哭我比较快。好了，那你抱他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让他去找你。来，这个难度太高了。啊，不会啦，妈妈带。我可以的哈，对，我是更接来，来，再接，进来了吗？来，可以哦。来，
新东西，新东西赚钱。没想你请新娘出来，还是新娘出来？嗯。应当是爱艺术，对，先做一下，对，先做一下艺术节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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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花板那个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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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没有灯。对，哎，来来来，坐一下来。来，要坐到新娘的。啊，这里有，这里。我那迄个从那车，伊到时咱能够冲人嘛？安怎？安怎看？看我都等个，安怎？怎么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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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来，你接，来，请坐，啊，坐，哈哈，谢谢，哎，接，然后呢？脚那边，鞋子那边，对。就是先生，你看脚，他的对鞋子，对。两个月，一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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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月
好，就可以搞这个进来。
绕，是绕回到这里。不大，刚刚我们应该上场的时候，对面有一台三轮车对吧？那个你在干嘛？我无啊，就是啊，我是电话告诉你。新郎应该坐那边嘛，因为等一下他下车，你是靠右头边的。他应该跟他那个商量的那个。掉一个，这边快掉，半掉一个。人家不是带他们家骑游下吗？我照个相，照相。他应该还没来吧？还没，没有没有，这不是这个房子，这另一个。他说拍照。等车子来，还有一台。我妈要等车吗？就是她有一个朋友帮我这边开车子过来，停刚刚停路边。不是我号啊。啊？还没过来，还没过来，还在牵车。到车子，他现在要开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什么，我的同事会开他的车，他坐你的车好不好？都可以啊。你几个人啊？我没有，我一个人。那他坐你的车。第一台也空的。第一台就坐你的。对吧？对啊，那个照相的。坐在前面呢。他们一对坐前面呢？哎呀，伴郎伴，哦，对啊，这样好了。
就按伴娘伴娘，对，你坐来付啊，我坐这边，对，这样没错。好，那这样还要再等多久？他应该再五分钟吧。那这个呢？哎，我靠呀。好，我们出了吧。哎，等一下哈。一二三，再掉，先准备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那谁要坐我的车？哦，哦好，那我们去路口等他啊，他开出来。我去路口等那一台车。